生，所以有些特殊是不是要处理掉？可以藏得掉，对，没有那么。不可能，不可能藏的。看一下右边，我妹子。来，上面这里左边方面喽，谢谢。要观察好自己的。然后就传他的演戏的样子。我有时候在演戏的时候，我会想他的那个样子，他走路的状态，他的那个。你会找错那个？我没得好想，我怎么想你，不知道我要想谁。然后因为我们走路都这样啊，都这样啊，就是完全都不像女生。你揣摩我会不会？他在舞台上不是这样。哦，舞台上优雅。那导演自己看脸跟女性照，你觉得美吗？这个我那时候他就在学海报，我说哎，这个比较像日本浪人，然后鬼灭之刃，对，鬼灭之刃的感觉还蛮美的，有点出乎我意料。然后就我把它转贴以后，很多人就说哎，比你漂亮。看到一些片段，确实比我有女人味了，我的女人味都被他吸走。揣摩女性，然后更理解女生，比如穿内衣啊，然后有些的。那你有觉得有一个更贴心吗？他慢慢会了解，我觉得女生真的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。光穿衣服，女生就比男生辛苦多了吧？衣服胸罩啦，胸罩勒的，对。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有钢丝，然后钢圈。然后我后来也知道，其实可能会变男的，因为我也可以骑。现在女生会被要求，就是有时候还是打扮一下的。不会，他本来有要求我，要问我要不要再穿女装。我想，我个人是希望让 Andy 就留在电影里面，但或许如果看看吧，什么。但如果有些厂商的尾牙需要他扮演，为了家庭 ，OK 吗 ？Andy 老板，我很多第一次都是给新女，对，蛮多的。对，第一次当女人，然后第一次演坏人。第一次演流氓，那个是之后的事情，我都献给了新宇。谢谢。但这部戏元哥真的很辛苦，因为马来西亚很热，然后他终于知道我们女生化妆有多辛苦。哇，他假睫毛就因为我是完全都不用化妆，然后他化妆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左右，不止。化妆一个半，戴头发一个小时，所以总共两个半。我有些戏其实穿的是蛮性感的。然后加上我的身高又穿上高跟鞋，其实我就是一个180几公分的性感女生走在路上。开场的那一套衣服，我那一套衣服也是连了好几天。哦，很贴身，飘飘的那一个，因为很贴身，所以有些特殊是不是要处理掉？可以藏得掉，对，没有那么怎么可能？不可能藏得掉。我不相信。他穿的是我的钱包，因为我平常有带钱包的习惯。皮包太大，不好穿。一个长皮夹，两个小零钱袋。